同埋呢度嗰幾招咧，我兩點佢要屌嘅。係李君雅，你知牙尖嘴利啦。係因為知牙尖嘴利，竟然就唔俾李君雅入場，要港台派另外一個記者。咁依家就好多人啦，啲藍絲要搞鳩佢李君雅啦。嗱，首先我相信港台咧，依家都未必夠膽去搞鳩李君雅咧。如果真係搞，唔怕李君雅。如果你冇咗份工，我養你。Really？ 嗯。Okay。李君雅唔平喎，樣啊！直至你有新男朋友嘅為止 ，OK， 或者嫁人為止。李君雅可以咩？可以咩？唔係啊，真係 OK 咩？個樣嗰啲，佢正義就 OK 噶啦。哦，咁係。心靚人就靚。我記得